多伤害，可是这个守卫要收起来了。我在军营开塔吗？没有，军营离我家很近。好呀，我没有把刺根机放上来。好呗。我操！啊，直接飞起来了。看我这样就是死一片啊！他没办法号召回来，干，我白痴的。如果只差一点点，让他就可以让他飞不走，就只差一点。如果我有开守卫的话，如果我有开守卫的话，他有可能只飞一次。对，就差一点了，就差一点了。这他妈比，而且我装备都还没调，我装备还没调过。等我调好装备，这只 OK， 这只玩得起来。可是，对，就是根本原因呢，我觉得根本不让我不想玩，原因是
干，这是操作有够复杂的啦！你有看到我刚刚一直在干嘛？我在丢刀鱼，在补换换武器，然后在刷新它的持续时间。不过这版本来说的话，你如果去点贵族的这边卓越表现的话，换换武器的持续时间可以拉到快要两分钟。可是问题是换到手会自己会死，所以要点很多那个要点那个抗性金属，或者是你可以把换换武器的等级堆的超级高，那它也不会死。可是对，没办法，我现在玩秘术家，所以这件事情现在没办法做。我现在只差那个魂点跟那个召唤物伤害，这些都要五等，会再多一等，这个伤害又是一个提升，就是再把这些搞好，再是可以飞不走。